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是你点的？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真是，鱼香肉丝，该饭。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六六大顺的直播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话题转的倒是挺快的。真的好厉害呀，他真的太可爱了，我好喜欢他呀。他哪儿可爱了？ 他这个人说话又好笑，操作又这么强，我看他跳窗子也好帅。跳窗子有什么帅的？一会儿我跳房子给你看。小弟弟就是好骗。好呀好呀。说起来，今天你要是开直播的话，还有溜溜大顺什么事儿呀？ 哎，跟姐姐比呀，你套路还是少了点。那晚上不见不散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网吧。明天就要答辩了，你头怎么这么铁呀？啊？可可，电脑拿来。电脑没带啊。啊？ 身份证给我，什么都别问，这个月奖金翻倍。你想哪？嗯。要不要办卡？充值有优惠。不用，谢谢。钱呢？哦，给。大厅中间那排有空位，谢谢啊。 哎，你没找钱呢，谢谢。有没有上过网？下机了才退钱的。不退就不退。有包间吗？没有。再帮我找一个角落的位置。嗯，要不要办？不办不充。 人呢？在启动电脑。我来了。我拉你啊。任务开始，请拯救被邪恶机器人绑架的科学家。
三个绷带，两个急救包。干嘛呀？把自己武装好。那你怎么办？死不了。是个盖世英雄，总有一天他会穿着一级防弹衣，戴着二级头盔，手握 AWM， 骑着三蹦子过来接我。准备好射击，给你，你来，我控车，控枪。瞄准靶心，三、二、一，打中了。对，倒在你的枪下。来了。开枪！这边。开枪！射击！干得漂亮。顺着风的方向来到你的身旁，你难挨的箭射中我心脏，人心放下了抵抗，呜呼，就随着风，着风，着风。Yes， 你唱的挺好的。那是，我是原唱，能不好？我可是练习了很久，想着一定要找机会唱出来。哎，您水。啊？送。算了。哎，我说这网吧还挺好的。嗯，还送个水。我这家网吧的服务一点都不好。你也在网吧？谁点的鱼香肉丝盖饭？谁点的鱼香肉丝盖饭？谁点的鱼香肉丝盖饭？哎，兄弟，去哪去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哎哎！你的鱼香肉丝盖饭是你点的？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真是，鱼香肉丝盖饭。